你把那个。我得冷静冷静啊。随口说大马，大家好啊。今儿是初七了，今儿初七，今儿礼拜一，开学的日子。很奇怪了，这位小朋友为什么没上学啊？他去了，去了早上九点多的时候，我跟他妈正跑步呢，电话响了，老师给他妈打电话，说这孩子胃不舒服，说让去从学校给接回来。我们俩人这急急忙忙也没换衣服，回来跑回来开车就奔医院了。他们医院有那个医务室，校医人家给检查了，不发烧，不咳嗽，嗓子也不疼，问他就是肚子有点疼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早晨跑得有点快，是吧？跑完了肚子疼，然后跟老师说要回家。其实他妈去接他的时候，屁事儿没有了，把腿放上了，不好看。现在肚子还疼吗？还有点疼啊。中午不是还给我点菜了吗？还要吃咖喱呢吗？那肚子疼怎么吃咖喱啊？还可以吃吗？还可以吃啊。我跟你说，这可装病不行啊。装病这事儿爸爸小时候也干过，但是没有干得这么早。您这一年级就开始装病要回家啊。爸爸装病都得三四年级才装病。现在这个有疫情，我告诉你们，要不然你这装病就带去医院，先捅一下鼻子，捅一下嗓子，捅一下屁股，然后看看是不是该打针打针，该吃药吃药啊！爸爸相信你啊，就是早晨可能刚吃饱饭，跑一跑肚子疼是吧？因为我没有洗手。因为没有洗手啊。给那个没有洗手，然后吃的，然后跑太快就肚子疼。你就给他们弄完吃的，你没洗手啊？你又吃饭了是吧？那不行啊，那这肚子里有大病菌啊，得去医院啊。老师说没事儿。老师说没事儿了，你应该回去上课呀。您这好，这下午的也不上了啊。去坐那边玩了吧，我去给你做饭去啊，还点菜，还得吃咖喱，吃羊肉咖喱啊，还是吃虾咖喱啊？虾呀，吃羊肉。刚才我把羊肉拿过来了。我要虾皮。晚上再吃虾。你刚才说的时候，我那羊肉都拿出来化了，羊肉片儿啊。白老师，哎，吃饭喽。哇，你答应的还挺脆的。别放，来。哎呀，哎，这咖喱怎么样？肚子疼，少吃点啊。慢一点。尝尝。浪费，这小时候你别说掉桌子上，掉地上都得捡起来分了。行，你擦手。浪费。你看，让我擦一下桌子。你能帮忙拌拌吗？行。其实肚子疼不应该吃这么多，肚子疼也不能喝饮料，酸菜、羊肉、酸菜，这家的酸菜卖的挺好，干什么呀？呀，你看你这腱子嗖的样子，行了，吃吧啊，少吃点，肚子疼少吃点。
你那个逃学逃的一点都没有技术含量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逃学，就先测体温、温度表，我都放在暖气上看着。哎，发烧有没有烧太高？烧太高直接就送医院打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你这个是肚子疼，但是你可能喝点水就好了。下午一会儿上学去啊。那你这就装的可能性大了。啊，我忘了买东西。对，那东西都买不了了。你今天你不疼了，干嘛不去上学啊？今儿我跟你妈还要出去办事儿呢，这也去不了了。今天是我训练你妈的第一天。你可以把我送去打蜡。啊，你可以把我送去打蜡。那棍儿刚扔过去，你妈还没找着棍儿呢，老师就打电话。滚！说的就是把你送回打蜡，你以为给你送哪去？还能给你送游乐场去？哎，您这吃饭时候喝水，肚子就容易疼啊。吃点这个菜吧，酸的。谁呀？哎呀，那中国冬天就经常吃酸菜。你不吃啊？我自个儿再盛一碗。你要真盛一碗，你先吃。吃不了这么多。吃剩下给你。哎，对，我就专吃狗剩嘛。嗯，我剩下来了给狗。还是觉得酸菜鱼好吃，炒酸菜不行。这个酸菜跟那个不是酸菜，不是一种。明天，明天中午把这条鲶鱼杀了。酸菜鱼，嗯，行吗？给你吃就是浪费。舍不得吃啊，舍不得吃那就养着这条鱼镇宅。明儿去巴扎买一条海鲜的酸菜鱼，你又不愿意吃。点饭和那个酱。啊，别吃了。嗯，我还要吃。您这刚肚子疼，给从学校给让老师让家长给接回来，你还吃那么多？哎，我还要吃。是你要求给接回去的，你怎么不说我回去接着上课呀、啊？他说回去上课肚子疼嘛。老师让你，医生让你回去上课是吗？那你怎么说的呀？你说回去肚子就疼，你这不给老师留好印象。我告诉你，您这刚上学有一个月吗？有一个月吗？没有，光放假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月。我想还吃点。给你。我这酒还没喷出去。来来来，我去给你再盛一点。行，你别给他，我给他再盛点。下回啊，有不舒服忍着，真的特别不舒服，再说回家的事儿。有一丢丢不舒服忍着，听到没有？人呢？在学校里。真讨厌。肚子饿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很疼。不肚子疼是不是教室里凉啊？肚子着凉啊？不对啊，你妈说的不对啊，不舒服不能忍着，你去跟老师说，老师带你去找医生是对的，但是医生说你没问题，你就应该回去上课，你就不应该要求说回家，知道吗？医生问他了，你是要回家，你还回去上课是吗？医生是这么问的吗？也。你说的回家呀？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啊。最后一次啊，这饭还吃不了剩下啊，你是不是给你盛的有点多呀？关键我做的好吃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姐姐从小到大就没干过这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姐姐就巴不得，姐姐要真是肚子疼，她都不说，她也得留在学校。你知道吗？她能在学校多待一会儿，吃一会儿。跟我自己，你吃饭的你又葫芦猫，他自己上来的。嗯，你看我这个
人到中年啊，这容易吗？我这不是人到中年，我这人到老年，我这。你姐不会使筷子赖我，小时候没教过她使筷子，你张嘴你就说啊，你没教她，我没教过她使筷子。就是你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孩子从小到大使筷子使不好，我就坚持让她使。那你说什么？你老是插嘴，你的爱好就是插嘴，在我管孩子插嘴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这不会使，不会使，用叉子吧，用叉子吧。就是你，就是给了他一个推脱练筷子的这么一个借口。那就赖我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他现在孩子现在就不会吗？他现在很理直气壮啊，当然他会用啊，人是韩国人，那他妈筷子是中国的。你今儿把勺都扔了，勺叉子都扔了，只有筷子。你晚上吃饭就用筷子吃。No。以后你也不会用筷子怎么办？你会用吗？你原来那个筷子，你那个给他买的那个什么小孩练习筷子还知道用，现在都不用了，气死我了。这我跟你说，这才是好孩子呢啊！换上校服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上学去了。上学去了。下午见啊，拜拜。下午见。哎，那勺湿了，别往里放了，别放外头了，行。你把那盖儿，哎，那勺湿了，别往里放了，别放外头了，行。你把那盖儿，淘气吧，手欠吧，你说说你，你没事动筷干嘛？我得冷静冷静啊。